家好，我是 Vicky 啊。中環 PMQ 最近就新開了一間廚具嘉賓店，跟我一齊睇下啦。文青熱點中環 PMQ 有不少的文創店鋪，呢間廚具生活用品旗艦店佔地2800尺，有齊五間本地品牌的廚具和食品。呢間咖啡用品專門店有齊多款手沖咖啡壺、手搖咖啡機、濾杯等等。呢款更加攞过德国设计奖的磨豆器，可以教咖啡粉的粗幼度。轻便版的手冲咖啡套装专门为喜欢去露营的朋友而设。磨豆器、卡片热滴架和直胶嘴加埋都不过 200g， 方便携带。还有冰山造型的冰滴咖啡杯，只要等4到6小时就有得饮啦。呢款得奖厨刀最特别就是可以自己调校刀柄的砝码重量和重心，还可以更换刀柄，亦都有适合小朋友的胶菜刀。呢度更加有受日本手工制的熟铁锅，同埋多款厨具、生活用品、家电。另外亦有日本进口的食品，期间限定的罐罐生蚝、